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杰杰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和我姐一起去吃下午茶 afternoon tea， 现在日本很流行。我们到东京雅叙苑宾馆去品尝。它在目黑站下车后徒步5分钟就可以到了。整个宾馆不论走到哪里都非常美。喝完茶再随我一起去看一下吧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这就是今天我们选的喝午茶的地方。午茶的内容它根据季节的不同有一点变化。下面看一下今天我们品尝些什么东西。这就是三文治。これ何よ。わかんない。印象目。何よ。焼いてるよ。ああ、焼いてる。すっごく美味しい。あ、シフォンケーキ、ケーキだ。あ、中も可愛い、ちっちゃい。小さいよ。小さいマカロン。本当。美味しい。非常好吃。シフォンケーキ？うん。ああ。クルミ入ってる。ああ。クルミ。ショート。喝ジャム？つけて食べる。这样つけて。很好吃。今度はいちご何？あ、いちご可愛い。可愛い。お、すごいゼリー。上からは？これ全然甘くない。梨かな？梨？太好吃了。おいしい。プリプリ。マンゴーかな。食べて。なんかクリーム入ってる。ああ。好，喝完午茶再随我在宾馆内走一下吧。这宾馆内带有很浓的日本风味，不管走到哪里就觉得自己在日本。
宾馆内还有很多用餐休息的地方，一边用餐一边可以欣赏庭院内的瀑布，非常优雅。现在在大家面前的这家是中华料理店和一家非常有名的牛排店，还有这家卖巧克力等甜品的店，做得非常精细。这个庭院小桥流水，有瀑布，还有假山，另外还有一个小庭院，都非常吸引人，特别是年轻人到这里来拍照等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？今天的视频，喜欢我视频的希望点赞订阅，有新的节目可以收到通知。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